啊，刚刚我们那个草啊，制作塑胶的草啊，种子找到了，海草。这个东西哪一点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icky， 欢迎收看我的影片。今天我要玩这个游戏，就是 Subnautica。这个游戏已经推出了一段时间了，有很多观众就建议我来试玩这个游戏。这个游戏是关于什么的呢？我对这个游戏的认识就这个游戏是一个生存游戏。对了，就是我对它的认识就是我知道它是一个生存的游戏而已。深海迷航。现在正式开始，我们一起来研究研究。我相信有很多观众应该是有玩过这个游戏的。如果你看到有什么很 noob 的一些画面出现了，直接留言，不要害羞，留言教我怎样去玩。开始新游戏，生存模式，自由模式。我这个这么喜欢挑战性的实况主，当然是玩一个生存游戏。立刻来开始。终于 ，Ricky 来玩 Subnautica 了，好久没有出现生存游戏了，这个频道。哦，好了 ，I am so excited。快点 ，OK， 来有故事了。3、2、1，发射，什么情况？现在是在太空吗？原来是在太空中，我的太空船出现状况，是吧？出现状况，它就紧急下降去最靠近的一个星球，是不是这样子 ？Oh my god！ 我去。就到了海了。Alright， 着火了！我的太空舱，我不可以待在里面，我不可以待在里面。Oh shit， 开不到。OK， 现在我要做什么？我要捡灭火器。灭火器在哪里？地上。我捡的，用这个来灭。好厉害！谢谢，谢谢你的称赞。灭火！我的梦想就是在海底里面灭火。启动应急模式。What is this, guys？ 这个是我的日志，日志是什么？记事本吗？我的 notebook 吗？按 tab 打开或关闭 PDA 电脑。哦 ，tab 就是开这个。哇，这个是我的背包，这个是材料的，看材料的。这个是什么？看我的地图吗？副总，相册。我们暂时还不到那边，来啊，爬上楼梯。好，我们上楼梯看看。What the fuck was that？ 我们到了什么地方？这是很深的海，一整个星球都是海吗？没有陆地了吗？难得出道来这些星球，你不进去探险一下，哪里是可以的？我下到了大海，这是什么怪物？这里可以直接上去吗？哦，这里可以直接进去的。这个是我的氧气吗？哇 ，nice！ 这个鱼可以吃吗？这个鱼就是我的晚餐了，这一条应该是，这个是早餐。我可以直接抓了。哦 ，OK， 我抓到了鱼之后，我好像靠近船，我的氧气会补回来的。是哦，没靠近这个船，我的氧气补回来的哦。nice， 这是虾米灵棍，敲。拿到了这个过后，在我的这里看吗？我拿到什么东西？是的，最常用的材料，我们收这些。看一下你的，我抓不到你，因为你太大只了。我们抓比较小只的。这只哇，它的眼睛这么僵了，丢点心，吓死人了。过来，不要跑，我的氧气不足，我要回去补血先。不是补血，补氧气。会不会遇到好像很恐怖的鲨鱼啊，还是什么？来，我看到你了，你不要跑，就是刚刚那一只了。你不要跑，你不要怕我。不要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OK， 我抓到鱼。哦，是什么声音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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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吓我，赶快上去。OK， 我直接进去了，直接进去。OK， 我上来了之后呢，扣可以做什么？这个鱼我暂时不懂怎样处理了。这个鱼备用系统损坏，可以吗？这样子可以修吗？使用工作台啊！哦，拿到的鱼可以在这里煮啊。直接可以在这里烤鱼啊！哇，老 ！OK， 那么煮好的鱼呢？吃，我吃来干嘛？我有哦，这个是我的饱食度，那个就是我的血量。使用干切器，干切器是虾米灵棍 ？What is that？
Bro， 我们看一下我们需要什么东西。第一个，他刚刚讲什么借器的，什么借器是这个啊？我们要做这个东西，基础工具，我们要做一个基础工具先嘛，都有一个名字已经告诉你是基础了，基础就是全部都需要。这里刚刚我们下去很有可能是找到这两个东西的，最有可能电池，电池是哪里可以得到呢？让我看一看电池是哪里可以得到，在里面，这个是急救包，急救包，哦，加血了，漂亮，电池哪里有？这里吗？哎，我有水可以喝的，我可以拿水过来，还有饼干 ，OK， 有饼干，还有照明灯，这个灯是什么？一到五指定可以用，好，二号就是这个灯，你不要这样的 button 可以吗？电池没有留在海底的吗？现在我要找一个电池，因为我要弄这个东西，扫描的这个枪，电池一个，刚刚那个石头一个。的放弄电池也是要什么蘑菇，还有这个石头 ，OK， 酸性蘑菇，还有这个桶，我们出去找找。What the fuck？ 有吗？有石头吗？哇，很哇哇哇哇！哎呀，那还有那么深的，还有那么深的靠腰，很暗很暗。原来那个灯是这样子用的，直接可以丢这里吗？可以哦，很恐怖耶，晚上的海，晚上的海看不到东西了。这里可以进去，这里可以进的，这里可以进的。这个是什么？石英。这个是什么？全部我全部拿一点了，全部拿一点收这线。这里太深了，我没有那个胆量，暂时我没有那个胆量进去。太深太深，不可以。我们看看我们得到了什么？我们得到了很多个酸性蘑菇。这个是什么来的？我有一个地方可以存我的东西吗？这个应该是可以储存，打开储存。啊，可以储存，对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储存下来先，酸性蘑菇，还有刚刚那个桶，那个桶哪里可以找？完全没有玩过这个游戏，有一点不熟悉，可是蛮好玩的感觉。再继续的找桶，你看到鱼，顺便跟我进来先。酸性蘑菇一点，我不要拿那么多酸性蘑菇，等下我的 storage 满掉了。Hello， 桶啊，请问这个手害附近有桶吗？有没有桶附近 ？Hello，Hello。一直要进去，那么的麻烦，那么的麻烦。OK， 这一个不是桶，这一个 ，What the fuck？ 哎呦，这是离太远了，这是离太远了，这是离太远，各位。40米、50米、28、25、20。哦，再来啊！呼，他难得会有一架这样的飞船在我的旁边了，一定是有东西的。哇，那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懒叫 ？My God！ 先跑，进去。哇，刚刚那个好像是那一个 Mistosaur。再去看一下，刚刚那个是吃人的吧？那个想掉，哇，妈个超花，妈个老啊，不要去太远了，差一点点，一点点，那么一点。差一点就死去了啊！刚刚就是那个条傻逼追我，我们再去惹他一下。这条傻逼，看到吗？他追了一段时间，他就不追了我。那条笋笔贼，笋笔又不见了。刚刚收到的东西是可以弄这个，把它弄起来先吧。我弄灭这个标准的什么氧气，什么 ham， 这个是氧气筒，是不是？哇！立刻加了是吗？75了，有一点饿，先吃一次饼干。加放过来就45氧气，一串起来就加一个30了，加一个30的氧气，我们继续探险。我研究到了，其实你没有氧气的时候呢，你直接起来这里，很 logic 的，你起来海岸你就会补氧气了，不用飞回去船。我刚刚才发现，我用科学的想法想了一下，哈哈 ，All right， 现在呢，我们要找什么？看到什么拿什么，然后回去看一下可以做什么。拿完这些东西先。What is this？ 这个可以吃的吗？吃不到。可以用了吗？哦，可以放，还跑了。你不要跑先，你跟着我。虽然他双手已经抓起了这个怪物，这个生物，可是他还可以捡东西的，这样子就没问题。抓这些呢？可以拿吗？这些金属可以拿金属，下去看看吧。这个是什么 ham？
What the fuck？ 太吓人了吧！这里可以拿东西吗？怎么还会在那边呢？什么声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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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拿这个人，拿这个人，石英，拿这个石英再上回去，这个拿那个石英再上回去，下面还有东西哦，再去看看吧。我还有蛮多，我还有蛮多的氧气。那个人，那个东西又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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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硬要撞我，妈个蛋！我可以用这个射你吗？看一下先。哦，这个可以帮我加速走的。哦，可是他又要用我的那个燃料了，那个燃料又不懂怎样弄我，又不懂怎样产生那个燃料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蛋？什么东西的蛋来的？我刚刚拿到一个蛋哦，上来看看先。未知生物，我刚刚呢，这个游戏的音量呢，我调大声一点了，所以我现在听到的那些音效哦，足够让我可以帮赛。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个主要的工作台材料，基础材料，我们可以弄这个，弄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石英可以弄玻璃。这个是什么？可以弄这个十个。过后，我看到我的人的角色那边还有东西可以弄，装备可以弄装备。这个是加快我游泳速度的，这个加快我游泳速度的应该是那个鞋子了。灭火器，哦，灭火器用完再弄过啦，没有的 refill， 或者是应该是没有的 refill。我们先弄这一个吧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。OK， 过后这个是什么导气管？哦，远距离走的空气水管，这个是应该是水喉吧？水喉，暂时弄了两个装备，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可以穿吗？这个不可以穿的，还是要在海底才可以用。二号把它丢下来，我们看看啊，把它丢下来。过后我们这一个。哦，这个是借那个管的，什么用处？空气，这个是提供氧气给我的吗？先不要管它了，我们继续找一些素材。哇，这个是什么星球？那么靠近咩？哇啦 ，What is this？ 不要跑，不要跑，把你抓住。泡泡鱼，好了，现在天亮了，我们再研究一下刚刚那个弄出来的东西是到底是什么用处。你看我的氧气哦，现在在扣着吗？啊，在扣着。我一靠近这个，它就把我的氧气补起来了，就是我的氧气管，所以我可以弄很长的意思咯，弄很长很多个，把它接起来过后，我就可以深入的探险到地下的东西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去煮这条鱼来吃。我的万能机器可以煮水啊，水可以煮的。泡泡鱼可以弄一支水出来。What？ 泡泡鱼是可以煮，也是可以制造水，还可以煮来吃。啊，我的水分是38，你看我喝了之后，我拿过来。哦，加一点点而已啊，这样一直要抓这个泡泡鱼喽。海底这么多水，没有想到居然是最缺的就是水分。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探险吧，现在应该是天亮了。好了，这个方向下，我们游远远。因为我之前我担心我的氧气不够，我就不敢走很远，离我的太空船很远。现在氧气一不够，你直接伸上你的头来，就有氧气让你呼吸，满了你再下回去。Easy bitch， 有金属，拿金属，金属很有用。这个就是什么东西？哇哇，还蹲地的哦，这个是鲨鱼吗？我们先上来。他的音效弄到我不敢探索太远啊！他的音效，我们今天先弄基础工具先，基础 basic， 这个应该是我主要的那一架太空船。继续探险 ，guys， 看一下这里有什么？辐射，有辐射，丢，有辐射，有辐射，离远一点先，有辐射。我的血量好像是在扣，对了，我的血量好像是在扣，真的正确。先离远一点，辐射是哪里放出来的？ 是怪物吗 ？Oh my god， 很，有一点刺激了。整件事没有那么的简单。现在如果我被任何一个怪物攻击，我应该会死。我的血量你看看，靠腰了这次。过来，我的晚餐。这是什么？铜啊，我拿到铜了。我要回去补满我的血再出来了。拿到一条鱼，刚刚找到了铜，我期待已久的铜。难道今天就成功做到我的基础武器？
那一个 scanner 扫描枪。Oh my god， 这些树有东西在保护着，这个黄黄的应该是可以拿的，有一种可以拿的感觉。拿了就走，走，走，回去我们的太空船。我怕那个鳄鱼追上来，类似鳄鱼的那个怪物，真的是靠药哦。哦，可以，很快。看来这个星球上的生命越来越强，多的很多的生物。要进一步调查。 OK， 我明白了，我是一个科学家。进去 ，Nice， 有一点收获了。这次出来，基础材料，我可以弄这个胶了，我可以弄这个胶，还有这个蓝胶，可以弄电池。Yes， 我已获得动力电池的蓝图，我可以做这个了吗？是的，可以做这个枪工具。Yes，Yes，Yes，Nice， 填饱我们的肚子，鱼。胆敢贼，这一餐是我探险两天回来的第一餐。这个 scanner 是什么用处呢？难道这个好像那个 Pokemon 那个 Pokédex 一样？应该是类似的东西。材料再看看可以弄什么？角色装备，我可以弄我的鞋子了吗？这个是鞋子吗？对的，这个是什么用处？看一下，速度可以加 15%。对的，就这样子。需要多一个急救包。急救包它是大概几久呢才会产生一个急救包？可以再用 ，OK， 180的血，100血，漂亮。下一个我们角色的工具，这一个 ，so far so good， guys，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扫描机器是什么用处，是什么用途？哦，可以远远的扫描毒气鱼。What？ Scan 它一下，它就放屁。OK， 很好。OK， 现在不是很理想，要去很远的地方。现在这个天色啊，太晚了，帮晒的几率又高了啊！刚刚我们那个草啊，制作塑胶的草啊，总之找到了海草，这个东西哪一点？啊、哇哇哇哇哇！冷静冷静冷静，你这个击败，你个击败，冷静冷静！我觉得我还是天亮下去吧，我觉得还是天亮下去吧。我吧，换一换口味嘛，每天吃一样的鱼，当然是干一点啦。嗯，毒气鱼放屁的，如果我中他的毒气会怎样呢？我去碰一碰他的屁 ，OK？ 哇，很毒啊！哇 ，Oh my God！ 呸！很够力毒哦，男生哦，不行哦，我们要抓泡泡鱼。因为我们缺少水分了，现在如果遇见泡泡鱼，真的要抓多一点了，不是很容易遇到的。这个是泡泡鱼吧？跟我来，小叶，小叶，跟我过来啊！我拿太多蘑菇了，其实不需要拿这样多蘑菇，蘑菇已经把我的 storage 填到满了。干，我要拿去放先。吃一只鱼，一只鱼放这。放，刚刚我是吃到生，我是吃到 raw 的，我吃到生的。胆敢贼哦，蘑菇放这么多最好，不然呢我们的那个什么，我们的容量呢就负高了。OK， 天亮，完美，我要把这些丢出去，可以丢了吗？丢弃，丢弃，丢弃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哇哦 ，Alright， Alright， Alright， 壮观的蘑菇。OK， 我们要去找那个。对了，这些草遇到那个靠北靠布的鳄鱼啊，我觉得。那个鳄鱼一直在守护着他们的这些种子，希望没有遇到鳄鱼了。这是啊，那条，看到吗？快快，踩，够了够了 ，OK， 走，我看不到，还没有看到我。哦哟，有两只，那两只鳄鱼原来是这些种子的守护者。妈个操啊，这些鱼原来是可以生吃的，蛋仔。我们 testing 一下是不是真的，刚刚我吃到了生的大烟仔。 OK， 可以直接吃，水分减去哦。如果我吃生的，我就会减我的水分，加我的饱食度。原来刚刚我是真的吃到了，鱼生年年有余。刚刚我们收集到很多种子了，蛮多一下的种子，种子可以做很多这个东西，多功能修复工具。我可以修我自己的船了吗？可以吧，动，有一点成就感了。Oh my god！ 我不当一个科学家真的是太不像话了。接下来我就要辞掉我 YouTube 的工作，去当一个科学家了。可以弄那个修复、修理的工具了。对，对的。哦，扫描排第一，修理工具排第二，灭火器排这里，这个灯排这里，漂亮。
这个修理的。啊！我可以修理这个无线电。播放信息是什么来的？哦，我修好了这个，我就可以联络 NASA 来救我。我终于可以修理我自己的船了，我很开心的，这一季我也很有满足感的。修理，逃生舱。啊！还有什么坏的吗？还有什么坏的吗？请让我修理。我要多一点泡泡油，我要把我的水分充满。哦，他要 scan 99的，明白了。你看到你的不明物体，你想得到他的资讯，你直接烧99。啊，就好像你看到这个破盖啊，我可以用我的这个修理器去电那些鱼吗？去看看。哦，可以抓而已，不可以电哦。泡泡鱼过来。哦，又来了，这个破盖又来了，这个是，原来他是自爆的，这个莫凯，自爆莫凯，给我探险一下嘛，我要上课，你不要跑这么远嘛，我觉得要起码抓5只泡泡鱼才有足够的水分可以生存，猴鱼不懒喽，啊，打掉他先，不要贪心 ，OK， 可以，上6000，3000，3000。3000，27米，21，15，13，12，19，87，65，43，21。哦，可以哦，真的是世界上最险的Subnautica玩家，差一点死去死不去那个。OK， 进去我们的太空船，零碎，加20。OK， 剩下一支水，我们收在我们的万能的 storage， 可以讲是病除，可以讲是什么 lamb 都好，很好玩哦这个游戏。OK 啦，今天这个试玩 Subnautica， 如果你喜欢的话，真的要给我一个 like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，想看到更多 Subnautica 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要订阅过后按下那一个 bell，receive 所有的 notification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在下一个影片再见。Yalla。Don't it seem